为高强度蛋白纤维，使用高温可将其烧毁。场景初步扫描完成。奇怪，我侦测到附近有电子设备讯号。这是一台样本分析器，看来有人在研究这些恶心的东西。一个封闭的厅堂，这不合理，这里应该有前往其他区域的通道。等一下，侦测到异常声源，小心。虫卵内的生命讯号正在增强，他们被唤醒了，立刻破坏虫卵。解决掉他们了。我在附近发现了一些零件，扫描数据显示，落石后方另有一块开阔的空间，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拼组出简易炸药，炸开落石。数量够了，把这些组装起来，放到落石边，然后躲远一点。侦测到有讯号大幅增强，正在进行位置校准。这里应该是巢穴最深处，也是巢穴最危险的地方。警告，侦测到有异常生物正在接近，未在数据库内搜寻到该讯号。警告，数据溢出。警告。他们被唤醒了，得立刻破坏掉。
小心，它的能量波动在急剧提升。小心，这种网粘性很强，被击中后会难以挣脱。